有人深夜疯狂偷羊，有人从此没了指望。调集警力，警方展开护羊行动，继续作案。盗羊贼公然挑衅，小时妙计让嫌疑人暴露真面目，重在防范，给每只羊上个安心户口。护羊行动，天网栏目即将播出。这是监控探头拍摄到的画面，深夜，四个神神秘秘的身影开车到达发案地点，他们将车倒进胡同，来了个顺手牵羊。这是狄家的三只山羊。紧接着，他们又从另外一家牵出五只山羊。为了避免弄出动静，几个人将车推到外面打火，离开案发现场。山东省菏泽市是一个农业大市，也是一个畜牧大市，养羊一直是当地百姓主要的经济来源。没想到近几年随着羊肉价格的上涨，一些不法之徒竟然将黑手伸向了养羊户家中的山羊，盗羊案件频发，最多的一个月竟达136起。历年呢都打击，但是就屡打不进，屡打不进。在最疯狂的时候，一般在春天和冬天，有的是一个村有时候是夜间少几家，后来发展到白天，犯罪分子开着车，是开着摩托车，直接到家或者到庄上。遇见羊，就抱就偷，已经疯狂到这个程度。更让人气愤的是，丢羊的大多数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或者是家里没有劳动力、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农户。可以说，羊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我也是农村出来的，我现在老人家庭也生在农村，所以说这几只羊。在家庭应该是特别是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和收入不打工的家庭里边，也是个经济的主要来源，也是他的生产，他的命脉，所以说了这一块看得都非常重。这个老百姓烧了青山羊以后，应该说非常痛心，非常痛苦，而且又期望公安机关能给及时破案，把羊追回来，把孙子追回来。今年已经74岁的吕富英与90多岁的婆婆、43岁的智障儿子相依为命，居住的房子已经许多年没有维修，早已不能下地干活的她，平时靠捡拾垃圾和每年700-800块钱的低保维持生活。五只羊被偷，对这个家庭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是为我，你反正就是吃个药，吃个药打个针，面前一就我的六月的天好苗闷着红，也得打了六周的药，在医院里打了12天都不见停。俺那个婆婆，在敬老院呢又有病了。全家人一年的花销全指望着这五只羊，却被黑心的盗羊贼给偷走了，吕大妈的心被掏空了。那你想啊？我不记得我喝呀，我想起来那我都不能喂，我都哭，我想起来我都哭，想起来我都哭。我都不能喂，不能吃，我都忧郁到咋整呀？我没有力的做。今年已经73岁的申素琴大妈，老伴儿已经去世，只剩下她独自照料已经97岁的老母亲。老头子也死了8年了，俺爹死了12年了，就俺待在元朗坟3天，我都把他叫来了。
我自己我啥法子，我就是没啥吃，我要饭也得要给老母亲吃，俺娘拉把我了。腿有病不能务农的申大妈，本指望着养几只羊来补贴经济拮据的家，窃贼却趁她出门，家中只有97岁老母亲的时候，将她辛苦养大的4只羊给偷走了。他着急，他到那边他不得老说嘞，羊死了，羊不让人赖我，那不如我死了我替，那也不能，羊再说了，我也不能叫你替他呀。他要哭，我也哭，我娘了，你别死。不见两屋子羊，咱不能说叫个老娘逼死哎，你看啊，咱没有咱领的娘要饭，咱也不能把个老娘逼死，你看到嘞。村民陈怀稳是一名癌症患者，手术后治疗需要大量的钱。他跟妻子孟宪兰两人养了6只羊，指望年底卖了好花钱治病。你买两钱都是啥个是吃我大针的，这天啥个是，我们说看病是主要的，他当时咱俩是成年吃药。谁曾料到，本指望拿来换看病钱的6只羊。却被盗羊贼给偷走了，救命钱没有了，两口子觉得天要塌了，没法活了。当我们到他家进行调查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说什么，这个孩子，他说你看我平时打针吃药都是靠他，羊没有了，我老伴身体还有毛病，我怎么过呢？丢羊要人命，听起来好像有些夸张，但却是百姓对盗羊犯罪深恶痛绝的真实写照。因为村民丢失的不仅仅是财产，更深层次的是精神上的打击和安全感的丧失。在这个羊成长过程当中，他们停住了自己的鲜血，从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感情。这个人没有经过这样切身的经历，体会不到这种感觉。这个特别是这个老年人，他别的这个寄托也不多。在这个养这个羊过程当中，他投入了大量劳动，同时呢，羊在给他带来这个经济收入，同时，他给他感情方面有一个抚慰的作用。穿的是个拉呱的羊，跟那个啥子呢？穿那个服务，喂喂羊，叫磨长，就是磨长时间，是吧？你要一个人，你走的吧，天不黑地不明的落里的，你走不动。我这没人走活吧，光线偏短。你这会儿那都不行，天短，天长夜长的就不行。有感情吗？哎呀，我得当小孩拉把他。我是当小孩喇叭的，清起来给他烤火，上地里到南边给他搂点柴火，找那个少妇买一份的柴火，头一横给他烤，光还把冻死了，光还把冻死了，这都给照顾小孩的样。就是这样一些孤苦老人们的感情寄托和维持家庭生活的羊，却被疯狂的盗羊贼偷走了，村民们对窃贼的痛恨可想而知。我都想，我都开不上车，我都带着椰子都能饿死。你不是你这偷我的羊，你不会是杀我了？你看我这领那个老娘，我容易呗？你不要能拿年纪知道啥不容易？他拿着给你偷走了，你不可恨啊？恨的那一下子都能想咬死他，都那样。疯狂盗羊贼偷走了农村孤寡老人的感情寄托和生活支柱。手头里带着椰子都能饿死，你不是你这偷我的羊，你不会是杀我了？深入调查百姓困苦，让护羊行动意义非凡。我们这个警察才是真正的是人民的警察，就是给群众办事儿，这样他才群众拥护。作案手段相同，交通工具相似，嫌疑人的信息却纷乱复杂。还有的说是两个人，也有的说是三个人，还有的说是女的。护羊行动，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不能让百姓伤心，更不能让百姓对生活失去希望，让盗养案件成为影响群众安全感的老大难问题。看到百姓这样一股财产被盗，为你的家当被盗，失声痛苦，或者是对生活失去希望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感，我们的敬佩感，是吧？或者我们警察的这个职业这个道德感，各个方面就油然而生，因此就增加了我们为百姓服务、为百姓破案、为百姓家中损失、保护老百姓这个思想，就更加坚定。2012年初，菏泽市公安局新一届领导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精心组织开展了以菏泽市的国家级羊只青山羊为代号的守护青山羊集中打击盗羊犯罪专项行动，号召全市公安民警从为群众守护羊只这样的小事做起，集中警力全力侦破盗羊案件，为百姓追回损失。是真正的给老百姓办事了，就是真正的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了。我们这个警察才是真正的是人民的警察，就是给群众办事，这样他才群众拥护呢。守护青山羊专项打击行动之初，菏泽市公安局要求每个民警都要带着感情看警情，把老百姓丢失的羊当作自己的羊看待，一刻也等不得，一刻也拖不得，迅速采取措施，尽快破案。假如说这个杨洋的是我们的父母，家人被盗了，你得想他有了这个一年的这是他一年的家当啊，他被盗了，他那个心情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我们就让我们的概念就要换回思考，就假如是我们的是老人，他会是什么状态？所以你只有这样让我们的感情把思想都统一到党委这个认识上来，这样他才能主动的去侦查，主动的去破案。民警们一次次深入到被盗羊的农户家中走访调查，不仅掌握了大量破案线索，而且通过与这些家庭困难无依无靠的老人们的沟通，探侦民警真正理解了换位思考的意义。我们也感到这一类案件如果不能破，无法若对我们群众的在这块的看公案，主要的看破案，你破不了案，为群众追不回来损失，咱心里也这不是滋味。一场由市公安局统一指挥，各地公安局联合作战，刑侦、治安、交警、巡警等多警联动的守护青山羊集中打击盗羊犯罪专项行动，在菏泽全境集中展开。行动中，多个盗窃案件成功告破，一大批盗羊犯罪嫌疑人被抓获。然而，就在警方开展行动，许多团伙被打掉的同时，却仍有一个盗羊团伙在疯狂作案。2012年3月26日上午，菏泽成武县连续发生3起羊只被盗案件，民警走访时发现，每起盗羊案的发案时间都是上午9点到11点钟，而正在民警着手调查的同时，其他乡镇又发生了类似的盗羊案，案发时间相同，作案手段相同，发案间隔频繁，究竟是什么人如此猖狂，在这里疯狂作案又来去自如呢？走访调查的结果让民警十分困惑。他说是一个女的，还有的说是两个人，也有的说是3个人，还有的说是女的。所以呢，当时我们对这个案子到底是不是同一伙人，还有这个是不是有女的，这个我们一开始也不敢确定。在调取案发地的监控录像时，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原来只要一发案，离案发地最近的摄像头能捕捉到的就有一辆这种车。然而当民警对嫌疑车辆牌照进行比对后，新的疑点又出现了。当时我们找到车牌以后，发现这个车牌非常乱，另外一个调取这个我们看到的车牌的信息，发现都没有对应的车辆，也就是说这个车牌是假的，没有对应的车辆。那么这么多案件中的黑色车辆究竟是不是同一辆车？民警决定寻找这些车辆的特征，如果这些特征都能重合起来指向一辆车，这就说明这么多的案子应该是同一伙人。于是民警调取了大量发案地的车辆图片，比对他们的共同点。我们一共找到了14个特点，这14个特点都就是说充分体现出了这个车辆的特征。然后呢，我们再对照发案地这个发案地出现的车辆，发现这么多的案子都是在同一台车。14个特征，这是民警对大量的监控画面中经过几天的仔细辨认才找到。其中有2个明显的特征已经烙在每个参战民警的脑海中。在这14个特征里面，最能这个异于其他车辆的特征，就是说让你一看感觉就是这辆车的这个特征呢，就是主要的第一个，这个它是一个是2个车标签，就是说在它的这个前车玻璃右上角有一个外缘内方，而且是横着贴了一个两个标。但按照一般的车辆习惯呢，应该是竖着往下贴，但是它这个车标呢，它是横着贴。这个其次，这个它这个遮阳板，就是很明显的遮阳板，始终在下方状态。因为嫌疑车使用的牌照都是假的，所以很难掌握它的准确信息。与此同时，民警们针对几名嫌疑人展开调查，调取大量监控录像之后，民警初步掌握了这伙人的行动轨迹。根据嫌疑车辆经运城卡口出菏泽的轨迹，民警向前寻找嫌疑车辆的落脚地。调取监控录像，再找台车，发现这台车是从23全铺方向过来，然后作案回去的时候是从运城冲城过冲城以后，到梁山的五里庙，再到杨营，到哪儿去回去了。然后我就考虑呢，他为什么作完案以后回杨营那个地方呢？更换多副假车牌，刀羊团伙意在蒙混过关。我不管他车牌号是多少，我把他的车调，他的车辆图片调出来，我是不是作案车辆，我能一眼就认出来。锁定嫌疑车辆，犯罪嫌疑人仍然在疯狂作案。这个桑塔纳都在120码以上。这条道呢是个省道，车流量非常大，路也不太宽，他不会顾及到群众使用安全的。细致排查，跟踪追击，民警找到犯罪嫌疑人停车地点。车内部放了台卫星摄像机，我看看，就是有几个人来开这个车，这个人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护阳行动，天网栏目正在播出。当民警驱车来到杨营镇后，心中的谜团解开了。原来在杨营镇附近方圆10公里的区域有很多养殖场，这里每天都有来进行养殖交易的人，有买有卖，交易量很大。到那一看，这个地方非常利于嚣张，我就考虑到这个作案嫌疑人离那儿不会太远。我们然后就把那个车牌布设到梁山那块儿，就到梁山继续做工作了。既然嫌疑车辆在梁山县活动，那么它很有可能是梁山县的车。
这款黑色桑塔纳轿车是2007年以后生产的，于是民警从凉山县车管所将2007年以来所有黑色桑塔纳的档案全部调出来逐一排查。我把这个所有的车都调出来，应该逐一比对，也就是说我比如吧，这个张三买了一台车，嗯，但是我不管他车牌号是多少，我把他的车调，他的车辆图片调出来，我是不是作案车辆，我能一眼就认出来。但是调取了300多辆车的车辆信息之后，却没有发现符合特征的嫌疑车辆，案件侦破工作再次陷入了困境。而就在民警调查的同时，相同手法的盗洋案件还在发生。嫌疑人这个基本上天天在做，天天这个样子在扫，这个侦破过程就每增加一天，我们这个干警的心理压力，包括我们指挥员的心理压力都非常大。这个就很多东西，我们是干破案的，干刑侦干破案的，案子就案件破不了，我们还搞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是也是我们一种说压力吧，也是一种耻辱。为了将这伙疯狂盗匪早日抓获，民警曾经想在沿途设卡强行拦截，但考虑再三，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犯罪分子非常猖狂，这个车辆进入春武县区啊，这个桑塔纳都在120码以上，所以说呢，它非常危险。车上嫌疑人应该在3人以上，这也是证明。我们警察围堵这么高速的车，我们警察这一块是容易受伤害的可能性也非常大。这条道呢是个省道，车流量非常大，路也不太宽。这个群众他在逃跑的时候，他不会顾及到群众的生命安全的。经过反复推敲案情，专案组民警结合案发规律和嫌疑车出入轨迹，决定派民警在嫌疑车辆可能出现的路段和场所进行布控、蹲点守候。4月12日下午，民警终于在凉山县一个洗车场内发现了嫌疑车辆。这台车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嫌疑车辆，所有的特征都相符合。而且当时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的前面那两个遮阳板还往下放。当嫌疑车辆离开洗车场后，民警立即开车进行跟踪，希望找到他们的落脚地。进凉山市区以后，因为他那个车速特别快，我们也不敢跟太近，在一个路上车多，找不到目标。通过调取路面监控，民警发现嫌疑车辆消失在凉山县医院附近，于是民警在凉山县医院方圆2公里的范围寻找嫌疑车辆。经过仔细排查，终于在凉山县医院的家属区内发现了这辆车。当时我们认为这个嫌疑人应该至少有一个人在这个小区里面住，但是后来做了工作以后发现，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这个嫌疑人对我们的侦查思路，也就是说他在作案之前真正的研究了我们侦查人员自己说破案的方法。他那台车就在那放着，但是人并不在那住。由于犯罪嫌疑人非常狡猾，若派人长时间盯守，恐怕打草惊蛇，不能将几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为了获取他们的确切图像，民警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根据他这个作案的规律，他每天在1点左右就把那车停到哪儿，我们提前在那儿放一台车，在车的尾部，就是我车内部放了一台卫星摄像机，我看看就是有几个人来开这个车，这个人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通过秘密拍摄，民警终于掌握了几名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规律，并且获取了本案团伙成员中负责开车的犯罪嫌疑人清晰的图像资料。发现这个人呢，是从一辆白色的长城腾逸730轿车上过来的，也就是说，他这个作案车辆和生活车辆分开了。他每天这个把这车放这儿，作案的时候开另外一辆车过来，过来以后先下来一个人，也就是我们图像上拍到的这个人，去开这辆车，然后在这个把那个生活车辆的人接了以后再去作案，作案以后回来再把车放到这儿，然后把那个生活车辆再开走。在掌握了三名嫌疑人的活动规律之后，5月8日凌晨，警方决定实施抓捕。在缴获的黑色桑塔纳轿车中，民警找到套牌7副、砍刀2把、钢珠枪1把，同时还找到了2个女士假发套。据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作案时会戴上假发套，装扮成女人，这就是为何目击者说看到有女人的原因。而这三名犯罪嫌疑人的作案，真可以用疯狂二字来形容。那除非就是天气不许下大雨、下大雪，或者是家里这个有结婚的，或者是这个有这个就是去世的，除了这种情况，他们不作案；除了这几种情况，他们都出来作案。犯罪团伙被一网打尽，背道扬枝又回到老人们手中。我做梦我也没想起来这一天哦，这人家不咋救咱命了。你是出来多少钱？就咱卖煤，卖几人给你出来？指认现场时，犯罪嫌疑人竟然放声痛哭。就他这一家，别人我都。跟我头，他们掉下泪来，你看这个泪不咋样，不伤心，他真掉不下来。只有开始，没有结束。护阳行动是一项永不竣工的民心工程。我们确确实实体会到，你这个人民警察就是要给群众办事儿。你只有给真的发自内心的给群众办事，群众就会拥护你，就会支持你。护阳行动，天网栏目正在播出。案子破了，还只是护阳行动的第一步，群众最关心的还是损失能否挽回。在这次守护青山羊专项打击行动中，菏泽警方树立破案必追逃、追赃必返赃的工作理念，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和追赃退赃情况作为衡量案件侦破工作的重要指标，最大限度地除恶务尽，替老百姓追回损失。一个是加快破案的速度，速度快了，这个能及时抓获嫌疑人，他这个赃款他恢复的也慢，我们能追回赃款；再一个是能及时破案，也有很多把这个羊子追回来。这个我们就是在这个追赃这一块下功夫，就是说案件破了必须追赃，追了赃才能让老百姓高兴。由于破案及时，许多犯罪嫌疑人还没有来得及卖掉的羊只又重新回到了村民的手中。由于追赃及时，没有被犯罪嫌疑人挥霍的赃款通过公安机关返还到受害老人的手中。这羊现在追回来，哎呦，
我做梦我也没想起来这一天哦。感谢你这公安局啊，感谢你这共产党，感谢你这公安局，我的亲人，我都得用你给你磕头的为我的公安局嘞。那都别提了，那都咱当时接过了这个钱的时候也是泪哗哗的。哎，觉得咱说这要不是人家这钱呢，就是给没上哪遭殃。这人家不算救咱命了，你咱这有这四五千块钱，咱都看病治啥的，这多啥个？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切切实实就感觉到，一定要给老百姓办事。你警察，你是人民的警察，你一定要把老人当成自己的老人。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发自内心的给老百姓办事。所以我们这两年通过打击守护青年，开打击这个倒洋这个问题，守护青年这个项目，我们确确实实体会到，你这个人民警察就是要给群众办事儿。你只有给真正发自内心的给群众办事，群众就会拥护你，就会支持你。村民吕富英与90多岁的婆婆和智障儿子相依为命，她的唯一家产5只山羊被盗。案子虽被警方破获，可犯罪嫌疑人已将养殖销赃后挥霍一空。成武县公安局天宫派出所的民警们自发捐款2400元，交到了老人的手上。当指认现场的犯罪嫌疑人卢鹏飞看到吕大妈一家的经济状况后，面对吕大妈，他流下忏悔的眼泪。大哥哥，给你送来多少钱？叫他买几个给你送来。我送来吧。对不？他还哭了个那样。大娘，我真对不起你。我到家，我拐我一步，我回家打电话，叫俺要和俺妈妈拼点钱给你。这老头他能掉下泪来？你看这个泪不咋样，不伤心，他真掉不下来。如今守护青山羊行动已经成为菏泽市公安局民意主导警务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用市公安局局长单立新的话说，守护青山羊专项打击行动不仅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还必须要将它作为一项永不竣工的民心工程。只有开始没有结束，只能加强不能弱化，必须长期坚持，始终保持对盗羊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才能真正维护广大农村地区的长治久安。记好记好啊！在打击盗羊犯罪的同时，菏泽市公安局还推出了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来防止此类案件的发生。曹县青固集派出所所长刘华德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通过给羊定耳标来给羊上户口。我是前段时间在看这个新闻节目当中啊，这个黄浦江漂流的四猪当中，捞出了一只猪，猪身上带有日标，通过日标上这个号码找到了养猪的这个养殖这个主人。到后来这个问题给我一个启发，是不是我们辖区内的山羊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管理？民警深入辖区各农户家中，对山羊及户主姓名、联系电话进行统计，建立档案，对20000余只山羊进行身份编号，制作标记，并不定期的进行巡视，及时对农户山羊变动情况进行档案维护更新。把我们的羊，通过打耳朵这种方式，然后给它一一建立这个身份证档案。这样便于我们统一管理，对羊的存栏量数，以及发案以后堵截、追赃，以及破案，都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守护青山羊行动如同一道道平安符，贴在了老百姓的心坎上，百姓感到安全了，养羊的积极性又高了，成群结队的羊陆续出现在田间地头。羊群背后，则是老百姓一张张快乐的笑脸。如今，在菏泽的老百姓当中，传唱着百姓自己创作的快板书。不善执法遂民意，放枪放刀出新招。出了去三羊有户口，万德千秋第一招。小偷小摸不敢来。群众能睡安稳觉。
一笔不翼而飞的巨款，两个形迹可疑的报案人，一起扑朔迷离的盗窃案，究竟是谁打开了我的家门？谜案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真相？谁进了我的家门？天网栏目近期播出。